吼，把我抓到蛇啦！不会啦！啊，足恐怖的！啊，足恐怖的！卖老用哦！我说恶心呢。网红凤梨吴弘毅今年二月与交往四年的 DJ 女友欧拉结婚，不时在社群平台分享夫妻甜蜜日常。昨日他上传一段欧拉替他抓蟑螂的影片，怎料对方在过程中做事拿蟑螂丢他，让他吓得放话，隔天一早就要离婚，笑翻一票网友。卖老用哦。我说恶心呢。